唔好俾佢停啊！讲紧嘅系电影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，唔单止票房节节上升，一班演员嘅借票活动亦都冇停落嚟。呢日就有首次以一家三口现身嘅郭富城、林峰同蔡思韵，以及监制庄晴。因为我呢一段时间我系准备紧自己演唱会，咁但系电影公司其实一直都好想我哋去一家团聚，咁我觉得诶，趁住真系就嚟父亲节啦 ，OK OK， 咁我哋终于都有咁嘅机会啦，咁啊喺度同大家讲真系。大大聲聲咁講，父親節快樂啦！咁阿峰有啲咩表示啊？對爸爸乖啦，好乖啦！唔係今日咪要梗係去支持爸爸跟住嚟嘅演唱會啦！係啦。電影將會開拍續集，身為前傳主角嘅成成，自然係好期待啦。其實亦都會講到我同阿思韻點樣拍拖啊，同阿龍捲風有啲咩當年情啊，咁亦都會係會展露出嚟啦。當然，仲有好多打戲啦，當然一定有。咁啊，我自己都好期待。我聽講佢哋仲喺度收緊個劇本嘅。咁因為《圍城》有一個咁好嘅一個迴響，我諗相信喺作為一個導演或者係幕後嘅團隊，佢哋會係更加要去做得更加好，係去盡量去超越自己啦。咁思韻今次話俾阿古生係打得最好嘅一個嘅成員啦，刀疤聲佢啦，梗係。如果真係。有前傳的話，咁啊同阿醒嗰啲打戲係咪都應該好精彩？梗係升我一巴啦，梗係有。我可能係非常之期待係可以，可能尖嫂係好好打噶，係啊，即係你睇下喺嗰個髮廊嘅時候，嗰個三嬸一擰住面就話：使唔使幫手啊？咁樣喺你睇得上眼嘅。冇錯，你以為佢好似唔係好得，其實佢可能係最勁嗰個，所以我非常之期待。提到父親節好快就到，相信忙於籌備演唱會的成成，到時都會抽時間陪女女。不過原來比起父親節，成成好像似乎更期待過端午節啊！我諗住可能喺香港島近住海灘泳灘嗰邊咧，咁啊帶佢去遊龍舟水啦。哦，之前有冇試過啊？有啊！我記得上年我想帶佢去出去嘅時候咧，因為太遲出去啦。咁啊，成個爬龍舟都已經收隊啦，所以今年係早啲出門口啦，一定要早啲啊！有經驗啦，係有經驗啦，通常朝早要係啊，我係3點鐘已經去到嚇散咗啦 ，sorry 啊 ，sorry。